这个看起来是蛋哎，不是蛋，这是什么？知道吗？这个粉肠，粉肠里面是啊，里面是什么？大便，牛的大便，大便，好吃的这个好料，哎，尼克。我现在就是要吐出来了，快吐了！直接破开，放到里面去。他们很用力在看哦。你有什么呢？哎呦！世界地点。相对于曼谷的仙境跟奢华，泰国东北部就落差很大，没有雄伟的街景，也没有奢华的享受。这是因为东北的素林府虽然是农业区，但是雨水却不丰富，所以农产量并不丰盛，居民也相对的贫困，景观当然也就比泰国其他富饶的农业地区来得萧瑟许多。段大哥，这个泰拳馆还要多久啊？啊，我肚子饿了耶。还有一段路哈。嗯。但是呢，说现在你肚子饿的话，我们先去找一个泰国牛肉料理，非常好吃的。泰国牛肉料理？对，高档的。对。段大哥，你看这个地方啊，这么偏僻啊，拿来高档牛肉料理，我们现在不是在曼谷咯？因为这里不是曼谷，所以说你才可以吃得到像这样的道地的菜。来，我们走。哎呦，我们的段大哥真的是太大方了，他准备了一桌的高档牛肉料理要给我们吃，而且两个 menu 陪吃。All right, good. Good. All right, everybody's happy. All right, let's get going.这满满的一桌牛肉料理可是泰国素林府非常正宗非常传统的名菜，一般人只有在逢年过节或是招待贵宾的时候才能够享用。这道料理最特殊的是，除了蔬菜之外，所有食材包括调味料来源都是同一头牛，简单来说就是泰式牛肉沙西米。沙西米呢？外国人敢吃吗？好，现在肉已经把它剁到碎了。OK， 肉剁碎了。对，然后的话要加，开始要加香料。好，配香料。香料开始。第二个过程，放牛肉酱。啊，什么的？来，有一个好料哈，来，特别的食材。哎，这个看起来是蛋哎，不是蛋，这是什么？知道吗？这个粉肠，粉肠里面是啊。里面是什么？大便，牛的大便，大便，好吃的这个好料，哎，尼克，我现在就是要吐出来，快吐了。皮尔克，看来门，这个我没办法，这个是没办法交代哎。皮尔克，门เวลามันจะกินมันจะเป็นเหมือนกับพี่ไม่ไม่การกลองมันจะต้องการกลองมันจะเป็นการกลองพี่เขาอ่ะ他说大便有两种。一就是存在另外一个肠子里面哈，另外不好的就是我们排出去那个大便，这个是好的大便。你的意思说牛的那个内脏啊，它排大便，它有两个管呢、啊，一个是哦好大便往那边走，对对对，不好的大便往那边排，哦好大便哦不要留下来，是这样吗 ？OK， 我现在要破开，放到里面去。他们很用力在看哦，你有什么呢？哎呦哎呦。ตัวนี้ให้มันหอมให้มันกลมกล่อมแต่คนไทยเรามันชอบอย่างนี้他说刚才他加进去的话，为了给他有一个香味。哎呦！其实每个人对香的定义不一样了。先放一个内脏。这是什么？内脏。这是什么？内脏。内脏。内脏。对。Oh my god！ 摸起来真的是很不舒服啊！哎呀，我现在拿着它就想吐出来了。但是因为我不能丢脸，我旁边有两个外国妞，如果吐出来就是啊，他们。惨了，绝对不敢吃了，这个不能缺少的，真的，我想吐了，丢掉丢掉，别打我。这什么？牛肝，牛肝，对，这个看起来也是生的嘞，生的。好，最后一个动作，一个很漂亮，看起来的放进去的话，颜色很漂亮的。我觉得这个真是太整人了，你知道外国人不吃内脏，不吃生的，也不吃血，全部都在里面。哎，外国人也不吃大便，你知道吗？你这个是什么料理？是不是？
在剁碎的生牛肉里面加入牛胃、肠子里的那些东西，切一点牛肝，再加入牛的血，做成泰式牛肉沙西米。就算它是属于泰国正宗的传统美食，对外国人来说，这道料理简直是太犯规了吧？可是想想看，日本料理也有牛肉沙西米啊，韩国料理也有牛肉沙西米啊。泰国料理的牛肉沙西米只不过加了比较多的料，体验一下这道泰国名菜应该是没有问题吧。好，比较奇怪的食物，这个料理啊有多久的历史啊？都泰慢的是传统的，有条泰老年火锅是要的啊，尤其是东北部这一带的话哈，讲到这一道菜的话哈，大家都会流那个口水，你知道吗？真的可以，真的。Now we have the chance to experience this beautiful Thai dish. All right, all right, excellent. 好 ，I'll show you how we eat this. 其实它在料理的时候啊，其实我已经有点想呕吐了啊。This is for you. Hold on, hold on to that. All right, let me get mine ready, and also Laura's ready. All right, Laura. All right, that's for you. Thank you. You're welcome.All right, 然后再包我自己的，这样包太多吗？一半好了。哦、oh, ，真的，我刚包太多给他们。我忘记跟你讲，这不会怎么阻止我呢？好吃。那他们的算是炸弹哦。好了 ，All right, 我试试看哦。不管怎么样，就算我觉得恶心，我 hold 住，让他们觉得是好吃的。就算会呕吐，我会压下来跟他们说好吃，要不然他们吃不下来怎么办？对不对？要有那个外国人吃的效果。啊！哎 ，pretty good，not bad。你看这是什么？哦，再煎一个 longer。You ready? Oh.Because it's a little bit drippy, so let me give you some room. All right. 刚刚咬了一点点叶子，有点不敢。哦，吃下去了一点。How we doing? 来感受。Dancing in the mouth. Very chewy. No, not dancing in the mouth. Not dancing in the mouth. Chewy, spicy. Chewy and spicy. For me. Yeah. Any other adjectives?Just not for me. Not your taste. Okay. All right. 下一位 All right. 那也是从叶子开始吃。I'm full. You're full? What do you mean? You sure you don't want to try a small? I'm very full. 他们不敢吃了。我刚吃了一口。其实我觉得真实讲的话，其实它是真的是太不好嚼了，因为它就是生的，所以你要在那边嚼半天。那味道的话，其实它加了那个大便，其实你吃不出来大便的味道。那其他的像什么肝啊、牛肉肚啊什么，你也吃不出来。其实它就像生牛肉一样。You sure you don't want more? You can have it. Come on, it's for you. I made it for you. It's for you. I'm being generous. You're being generous. Oh, 他说他很大方啊，他两个都给我。这个是炸弹啊，这个特别多了。喜欢。